家人们，在家人二里，苏士丁卢哥这一对，我是一直当恋综来看的。玩沙漠卡丁车，苏士丁会主动邀请不好意思一起的卢哥上车。咱俩就玩这卡丁车。两人互送的东西，双方都还留着。他给送了我一个咖啡杯，现在还用啊？对，我都快用一个世纪了。为什么？但那杯子实在是太结实了。我们俩当时在上海住的那个屋子，就是一个开间30多平。你想那么小一个房间，其实钢琴在那里面属于一个很大很大的件。嗯，我说我都离开家3年了，怎么钢琴还在？也想往外搬过，但是卡那儿了。卢哥帮助苏士丁爬上雕塑合影，这一段真的好好磕啊！可是我一会儿下不去怎么办呀？我接着你。哦，对对对，有你呢。哦，对对对，有你呢。你走吧，别让他们等。好。稳了。哎呀，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啊。真的是离婚综艺里能看到的吗？